台南市区于会理事长林世杰枪击命案，枪手身份至今不明。专案小组于七月十二号傍晚逮捕一名张姓嫌犯到案，但经比对后发现张姓嫌犯可能并不是真凶。对此，台南市警方表示，目前已掌握一名通缉犯，由于检方暂令五申不准透露具体情况，因此暂无法对外详细说明。在调查，因为我们还在追他的行踪。 七月十三号，台南市警方举行林世杰枪击案记者会。台南市刑警大队大队长张文元简单介绍情况后就匆匆离开，真凶到底是谁也没有具体答案。案件似乎卡关在十二号晚被逮捕的张姓嫌犯上，经比对发现张姓嫌犯与枪手的生物技证不符，因此怀疑张姓嫌犯仅是掩护枪手逃逸，并负责设置诱导警方办案的诱饵。 而嫌犯的犯案车辆可能在案发前好几天就已经停放，影像证据时间点被拉长。枪手逃亡的第一辆车就停在这一个停车场，接着搭第二辆车到高雄。那么警方调阅了附近监视器，却发现怎么样都找不到第二辆车是什么时候停的，又是谁来停的。也因此研判，如果从这样没有办法从监视器找到任何足迹的话，那么对方的布局可能已经超过了两个星期。第一辆作案车被烧毁，枪手更换第二辆车逃亡。 这辆车停放在哪儿，放了几天，目前仍是谜。如果超过半个月，恐怕监视器存档已经过期。由于这起枪击案的犯罪成本很高，台南市警察局长廖宗山表示，这起枪击案的起因很可能是黑道上的利益冲突引起。此外，警方还抓到另外一名绰号阿川的通缉犯，之前在林世杰手下做事，疑似在外面报老大名号，黑吃黑，让林世杰成了戴罪羔羊。这个歹徒真的是非常缜密的、啊。 而且很小心啊。枪击案如果真的谋划半年之久，一定相当缜密，要从中找出破绽，恐怕困难重重。如果真凶的身份一直无法锁定，那真凶逃离出境的可能性就越高，想要抓到，恐怕会更加艰难。